前先说个重磅消息，周深要到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唱了。据悉，周深将在10月19日晚20点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参加谭盾香港音乐会，并现场演唱主题曲。与其说这是一场音乐会，不如说是一首交响诗更贴切。周深就是演唱这首交响诗《音乐河流》的现场嘉宾，除了乐团，周深好像是唯一的演唱嘉宾。据悉，谭盾大师和周深已经多次合作，对周深的评价极高，更是称周深是在用音乐修行，请港迷注意。本场音乐会于9月12日上午10点开始发售，首天只限城市售票网网站、电话购票热线或流动购票应用程式 URBTX 发售。第二日起，加设售票处及自助售票机售票。香港及粤港澳亚湾区的歌迷们，距离香港红磡体育馆最近，看到这个消息早就惊喜不已吧。然后摇着说不是戏。我们里面有多少个枪口，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渺小、比较特殊，或者是比较不容易被听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存在。但是谢谢你们能够怎么说，我能够在那么多声音当中、那么多人当中听到了我。谢谢你们让我在自己寻找自己的路上没有那么的黑暗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光亮，因为你们就是我的光亮。周深9.29赫兹10周年巡回演唱会沈阳站将于今晚19:45开唱，官方前几个月就开始宣传了，工作室还没官宣，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露手了。连沈阳文旅的局长都出来喊话了，表示周深沈阳演唱会粉丝们可以凭票根，可以免费吃酸汤火锅喝美酒，还有沈阳全程各线地铁为周深演唱会延长到23:30，太给力了。周深沈阳演唱会是来东北的第一站，东北人的豪爽看到了吧。我代表沈阳市湖南区的文旅局，向全国各地来沈阳看周深演唱会的粉丝们发出热情而诚挚的邀请。到沈阳之后啊，一定要到这个时光里酒吧街转一转，尝一尝周深老家特色的美食酸汤火锅。王奋斗的贵州酸汤火锅啊，为各地的生米们准备了惊喜。那么在7号演唱会结束后呢，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6点，凭演唱会的票根进店消费，
就能免费吃热腾腾的火锅，感受一下我们沈阳人的。沈阳演唱会顺利举行，同时周深重庆演唱会要来了。周深重庆演唱会正式官宣预售，将在10月6日、7日两日连开，预售时间9月10日，也就是周二20点和20点30分，售票平台大麦、猫眼、票星球，千万不要再错过了。周深本轮巡演已官宣10城15场，所有开售的场次均秒售罄，场场火爆。因周深演唱实力顶级，软硬件配置等各方面都无比用心，诚意十足，达到业内 TOP 演唱会水准，因此周深演唱会场场秒售罄，好评如潮，歌迷们加场呼声强烈。他不惜重金打造的华丽舞美，绝对沉浸的享受，让每一个入场的观众都不虚此行，赞不绝口。周深演唱会的口碑绝佳爆棚，不仅数十万的观演歌迷，业内亦是交口称赞。重庆场是周深反身代词全专完整上线后的最新场次，随着反身代词逐步解锁，上海场首唱蜃楼、警报少管我，成都场首唱记忆商店，贵阳场首唱嗨，南京场首唱哇啦哩啦隆，杭州场首唱缝合空壳。反身代词目前销售额已超过3980万，期待在这金秋山城遇见周深最动听的旋律。除了已官宣的10城15场外，还有更多城市等待解锁，敬请期待。Thank you.